美国老公给全家做早餐，看着就想吃，儿子也是一个劲儿的夸奖。赛姆先生在给我们做早餐，我们吃了早餐之后呢，就要去奶奶家。哇，谢谢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吃一口来。看这个奶酪，这就是纯美式的早餐。下面这个叫 bagel， 然后加一点香肠，加一片奶酪，还有一片鸡蛋，请你们吃。打两个鸡蛋，加一点牛奶，放一点盐，放一点胡椒，打散。放进锅里，放点奶酪，一叠，叠完之后再切，切开，切成一半。吃不完，妈妈切一半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妈也做的这个三明治很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妈妈也觉得很好吃。等你长大了，结婚了，你也可以给你的妻子做这个 sandwich。嗯，妈妈想的有点早了。给儿子切了一半，然后吃的少，不仅再减肥。儿子吃完饭，他要把盘子放到水池里冲一下。三岁的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。那爸爸给你，这宝妞做的。我们等一下要去 grandma 家， OK？ 勤快的小蜜蜂吃完饭了，在那洗碗。分工是不是很明确？周一到周五我来着手晚餐，周末呢 Sam 先生来负责我们的早餐还有晚餐。今天呢我们去奶奶家，所以说晚餐就在奶奶家吃。